有一种音乐，让人听了忘不了；有一种音乐，震耳欲聋。这种音乐更神秘之处在于，如果你不用心来体会，或者不进入舞池，将会在3个小时之内，男人将会变成12生肖中的马，女人将会变成12生肖中的牛，违背者注定了今生今世为音乐灵魂做牛做马。